你是还没有找到你想要的公寓，那一定是你错过了这个公寓。我们这里拥有可以拜五星级酒店的设施，还有这个人工瀑布。这里也拥有 JB 最特别的房款，也就是三房山海景超大阳台公寓。买了这个公寓的你，周末几乎不用出门。早上我们可以看着这样的景，吃着早餐。早上出门怕电梯不够用，我拥有我家的这个私人电梯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。在每天忙碌工作，你也不用担心再送孩子去托儿所的这个问题。就在我们家楼下呢，就有这个托儿所。在吃完早餐后的你呢，我们这边有提供这个有氧器材的这个运动，还有这个重量训练运动。然后你担心进入不够用呢，我们这边有两间给你选择。在这个公寓楼下呢，就有许多food court和餐馆。在吃完午餐后呢，你可以来到我们这里的 game room， 然后享受我们这里的 Switch 和 PS4。在空闲时间呢，你也可以和家人朋友来到我们这个 board game room， 享受亲子时光。在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你，怕外面散步太危险，我们这边也有30楼全海景空中跑道。在傍晚时分，你还可以和你的一家大小来这个泳池玩，还有享受我们这个讲古器的这个设施。这里的 BBQ 非常特别，不只可以有非常美的风情，而且也有 teppanyaki 跟 BBQ pork。晚上想要和家人看电影的你呢，也能到我们这个楼下享受我们这个迷你剧院。晚上你还可以约你的朋友呢，来到我们公寓楼下一起打我们的手歌。假如你在晚上呢，突然想要购买日常用品或者是嘴馋呢，在我们这个公寓楼下呢，就有这个杂货店，而且呢，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，那你呢，不需要出远门就能购买到你的生活所需。这公寓呢，它是永久地契，而且我们包许多律师手续费，而且呢，这里只要超过500千，外国人就可以购买。看了那么多，你是不是已经心动了呢？只要是的话，一定要马上PM我们了解详情。